好，下一小题，下一小题，杨吉墨，其实你刚才的那个，杨吉墨，刚才是要求硫嘛，现在改成求谁？氧嘛，刚才是问质量嘛，现在改成问什么？墨尔嘛，墨尔，但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一样的 ，OK。来，现在找两位大帅哥跟一位可爱小女生。两位大帅哥叫做，有没有35吗？没有。8号。8号。32。30。32没有。30。没有。34有吗？没有。25。没有。25也没有。31。没有。再来。31、38号。在31拒绝20。快点，快点，天黑了，世界末日了。哎，你们现在你们两个在那边讲话，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你几号？8号。30是谁？没有。30是谁？没有。就是这个。装傻，你给我上来写不会。你给我上来写个我不会。你答案叫做3.75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感觉世界比较有希望一点。啊。好，没有那么凄惨。没有希望。来。第一个方法，老师教的方法，骨受教的方法。第一步，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写，人家写给我了。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换成墨尔，已知谁？硫酸。要求谁？氧。给了硫酸是25克，质量换墨尔要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，数一数，墨尔就墨尔嘛，不用换嘛。对，墨尔就墨尔，不用换了。有歪墨尔，不用换了。然后第三步什么？墨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。已知的是硫酸，求的是氧，系数抄下来，硫酸比氧2:3，把刚才算的墨尔往里面塞，刚才往里面塞，就做数学，算出来3.75墨尔。就是用墨尔算的，好，换质量了，啊，一样，我要先写方程式嘛，我才会知道质量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求的是硫酸，2摩尔硫酸，1摩尔98克，2摩尔196克，要氧，1摩尔氧32，3摩尔，32，96克，要产生196克的硫酸，需要有96克的氧。现在有245克硫酸，几比例？1.25倍。右边1.25倍，左边1.25倍。所以答案叫做120克。可是我不要质量啊，我要什么？我要墨尔啊。那质量怎么变墨尔？
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啊，那氧分子量32啊，氧分量32啊，所以质量除以原分子量，算出来3.75摩尔，算完了，这就是用质量去算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小题，一样的做法，可以吗？OK 吗？OK。